烧的是蛮香的哈，那个本来一根香，啊，可以用很薄的姜片，姜片哈，嗯，姜片它有活血，姜片它，我晚上就是用姜片来烤热了就包住它，哎呀，那姜片你要烧艾条嘛，我不会烧艾条要出一点那可以，咸它这个东西就是热，我咸跟那个东西包在一块是一样的道理，因为那个豆子包在一块是一样的。 你像就是，热热多一点嘛，到血味了。对呀，所以它那个你那种透了，像也很强的，用很烫的时候，化烫，包进去。对，我烫了以后凉了，我就拿那担米丁液了以后敷在上面，它不是又溢下去了。又溢上去了。哎呀，用你本身的重量，啊，用你本身的重量压。 你就不用，你就正好都一起了。对的。坐下你就可以用自己的重量慢慢这样压下去，这个力要慢慢加重。 不要一下子，这个我也是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的嘛，应该也有。很多，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都学中医的，以前都像中国学中医，都是这样的，像希腊人也就用这种方法。 我用麦粒灸，灸过那个膝盖，但是足三里，还有那个，它那艾条很小，自己绣，都用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用的那个膏，没错，你要告它有一种，虽然你腰了作用，可是最主要就是粘住它在这个，它那个底下隔热，你感受热不是很明显。 刚会把这个，看一下算账。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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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眼，我做过，我没，你怎么就没见过？我就不想见见嘛。 看外国人做怎么做的。 What's that stuff coming out? Put it in. Oh, put it in. You have? 小而小，要我是白的呀。 Eat first. 这么半天也没热。旁边不热，但是它有时它就一块液。How does it feel?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液。How does it feel? Good. Does it feel okay? No pain. No pain? No pain. Good. No problem.